独尼奥尔内刚，自己一个人打门球进了。陈阳呢，喝水加码产生了效果，最重要的还是独尼奥尔内刚的这个。卢尼奥尔的反击机会，轻松的抬头在看队友的位置，倒三角敲回来，这球停到了自己的身体之后，还有机会再打一脚，球进了。卢尼奥尔内刚打进一球，一直在回头看他身边的主裁有没有举旗，一直在看，看到自己都不敢在第一时间庆祝。传中球再送禁区内的第二落点，河北队的防守球员解围，但并没有能够送远。卢尼奥尔半转身打门，球进了。这是卢尼奥尔上个赛季中超金靴，前一个赛季 K 联赛金靴的射术的体现。遗憾，但是在比赛当中球队的这种拼搏的劲头一直在。但是上一轮还有这一轮，我再看一下卢尼奥尔打门又一个。卢尼奥尔这边上演了帽子戏法，这个赛季自己的第一个帽子戏法，之前是四个球，今天这一场。经上已经做得越来越有经验，越来越纯熟了。哦，回传的时候这个球被卢尼奥尔断掉，来到禁区里一对一，到禁区打门，卢尼奥尔为长春亚泰队再下一城。这个球丢的让武汉长江，安龙卢尼尔三箭齐发，好球，这球给的漂亮。卢尼尔单刀球的机会，卢尼尔帮助球队扳回一球，2-4。这个球埃里克传的精妙，卢尼尔也非常冷静。卢尼尔来处理，面对乌飞大门，轻松骗过门将，1-1。但是金尿再叫阿里克单对单，面对邓涵文搓起来，停球换右脚再打，让他们框上。
塞纳身后，其实儒丁奥尔已经知道自己越位了，但是延迟举旗呢，被迫得继续先比赛，跳过门将，再送回来，还在继续，塞尔吉尼奥左脚打。好球啊，儒尼奥尔，儒尼奥尔能不能给过来左边？漂亮！一挥单刀球，哎，这下应该